如何感觉并看起来年轻？市面上有许多的护肤保养品，但真的都有效吗？市面上也有许多的营养补充品，但都确实有效吗？想要诚实的回答有效，是不是很困难？几世纪以来，从探险家到科学家，都积极找寻长生不老的方法，但最后都是失败。从侵入式外科手术，药物治疗，甚至昂贵却无效的软膏，我们都曾经尝试过，可是年轻和青春却始终无法成真。如果真的可以重新找回年轻，年龄将不再是问题。如果真有一款打破传统的独家保养系列产品，可以有效减少细纹和皱纹。如果可以将老化现象逆转，让肌肤恢复年轻时的光彩，还能排除体内毒素和有害物质，同时提供超强天然养分和抗氧化剂，提升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能力。没错，如果可以将所有超强功效的成分结合在一起，只要每天使用。是的，科学家已经找到解开不老传奇的关键秘密。不仅经过多年临床试验，亦获得许多研究机构的认可。这些优质产品透过细胞功能改善，强化身体本身机能，效果非常显著，已经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与提升生活的品质。而达到这些效果的关键原因，是产品同时从内而外、外而内进行全面性的作用。请做好准备，你可能认不出全新的自己。Jeunesse， 拥有年轻，拥抱财富，享受生活。欢迎加入年轻新时代。Past is now starting. All attendees are in listen-only mode.Okay. 好，各位全球的结识的伙伴，大家好！又到了礼拜六我们空中视频相会的时间了哈。那么呢，我要请朋友帮我打一个 OK 吗 ？OK， 很好。因为呢，这个 webinar 呢，每次大家都是有一点问题哈，都不是觉得很 comfortable 来跟各位一起开始做这个哈。那么呢，我看一下是 pause 吗？为什么是 pause 呢？等一下哈 ，screen shows pause。Another window is on top of your share application. Please move this window to its room. Okay, let me take this off. 好，可以的。你们可以看到我吗 ？Everything okay? 麻烦 Irene 再帮我打个招呼，我 OK 吗？你们可以看到吗？
Cannot see PPT. Cannot see PPT. Oh, cannot see PPT. Okay, 好，应该可以了。好。Only your web. Only your web. Your web.你看哈，我们每次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嗯，刚开始总是要有一些东西会比较 OK， 好，这样子有看到这一个 screen 吗？嗯，我喂。Okay, so let's show here. Please, let's show here. Okay, from current website. 好的，好，我们今天呢就不看这个成功的密码了，那我们就直接往下走。Okay, 好，那么呢，我今天呢，所以我今天来跟各位分享的地方呢，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哦，是这样子哈，首先呢，我很欢迎哇，好多朋友在线上哦，嗯。好多朋友在线上非常非常的欢迎哦，妹从洛杉矶来跟各位分享。那么呢，每一个礼拜五呢，我们都有许许多多的领导哦，在这边跟各位分享当前最好的一个机会哦。那么首先呢，我想线上有这么多的朋友来自全世界各地哦，那我要自我介绍一下，我来美国40年了，那么大学一毕业就过来了哈。那我先生呢，我跟我先生都是比较就是学医的，我先生是医生啊，我自己是护士。那么40年前呢，来美国就是来追求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啊，比较专业的一个领域。那么呢，也想说当时年轻大学刚毕业啊，非常非常的有一个奋斗的精神啊。那么呢，就这样子一下子40年过去了，已经到了要退休的年龄了。那么我在洛杉矶呢，我们有两个诊所，一个就是一个家庭科的诊所，就是一个保健医生啊，那么就是预防医学这方面。那么另外一个诊所呢，我们有做医学美容啊，因为呢，在几年前呢，十几年前走下来，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趋势变化的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呢，当时我跟我先生说，一个家庭科医生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当时就做了抗老跟这个医学美容。那么做了这一块之后呢，没有想到真的是踏到了一个时机啊，也走对了一个趋势。所以呢，在4-5年前的时候呢，当时呢，就认识了杰斯哦。那我没有想到这40年在美国的奋斗啊，就因为。这4年前认识的解释让我真正在美国的生活啊，跟我先生的生活有一个这个经济上的大反转。要不然呢，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人，一个很专业的努力工作的人追求我们自己人生一个一步一脚印的一个走向。但是呢，当我们抓住对的机会，我们踏上一个对的趋势，天时地利人和都对的时候，那么真正的成功就在我们身边。那么这个都是一个很普通很正常的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路上要追求的，全世界的人都一样，我相信在线上的朋友你们也是一样的努力啊，都希望有一个很有成就的工作，然后呢，借着一个成就的工作呢，很有成就感的一个工作呢，带给家人有财富跟品质的一个生活。那么呢，也达到每一个人自己在财富上的一个自由。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走向啊。但是呢，我是很专业的人，我们家都是，我妈妈说，我父母说，你们到美国去就是一个学校，念过一个学校。能够拿到最高等的教育，那个就是过去传统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
没有错，我们是一个算起来是一个比较高水准的职业，也非常的辛勤的努力的工作，也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到美国来要真正要走出一个医生的专业的一个领域不是非常的容易，一个考试过一个考试，真的是几十年的这个培训啊，在医院在诊所里面在大医院里面就是这样子，一直要很努力的，尤其要跟外国人拼这一个环境啊，是非常的不容易。那真正的造就了我们成功了吗？可以算成功，也不是那么大成功，就是很平凡的一个成功。那么这就是传统的社会带给我们的，传统的家庭带给我们的，接受一个高等教育，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其实在认识杰斯之前呢，我跟我的两个女儿也是讲同样的工作，同样的事情，你们一定要接受一个高等教育，那么呢，找到好的工作，这是一个传统社会的想法，一点都没有错。那么在线上的朋友，你们是来自什么样的背景呢？也是这样子接受高等教育，你们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了，还在传统的社会里面打滚吗？事实上，我知道现在的整个生活环境呢，并没有带给我们太大的进步，收入呢，非常的平凡。OK， 大学毕业，现在我可以看得出来，不管在美国、在台湾、在其他的国家，一个大学生勉强可以养活自己而已，很多的人都还要回家变成啃老族，这是我最近学的一个名词哦，啃老族都是要靠父母帮助，这个实在是在整个社会来讲哦，整个这一个整个这个社会的一个商业的模式来讲呢，不知道下一波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啊。那么很多人，当然在过去传统的人，很多人比较有看见的人，他们喜欢当老板，可是当老板真的很辛苦的，要摸索。事实上我先生做医生哦，他不想当老板，他在大医院里面做，在做他的专业，他可以非常的专心，因为做老板是很辛苦的，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去忙的。那我呢也是喜欢在医院里面打个工，回来就没有事情有很多年。可是呢，当我先生五十岁的时候，人算不如天算，我先生五十岁的时候，他们在洛杉矶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诊所，非常非常大的医院也倒了。现在的传统事业是非常不赚钱的，各位不要看医生他们有很好的高收入跟一个很高专业的一个专业，可是呢在美国这个医学领域里面呢，其实这个很多大医院也是没有赚钱。所以呢那个时候公司大医院倒的时候，我先生那时候五十岁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出来当老板，自己出来开业。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开了两个诊所啊，那么呢当然也可以去加盟开网店，就是反正就是要自己做老板。可是加盟开网店呢资金太高，我们这里就不谈了哦。那如果我们自己当老板呢，其实资金也不少。当时我们做医学美容的时候呢毫不浪当的光买机器也要20万美金起跳哦，我只买最基本的4-5架机器而已哦，那其他的就不要说了，电脑的整个设计啊，那么整个诊所里面的护士，那么office 办公室的一个打造，这个都是要慢慢的摸索出来，这样当老板。但是呢在摸索的当中呢，其实这种辛苦呢就不外人知了，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呢成功创业其实有必要的关键在哦，那么呢对不起，有必要有两个非常必要的关键，这个就是实际的平台跟一个完善的系统。我要在这边跟各位分享，当时我先生五十岁的时候，各位有没有想想看，在座我想很多人都还有的人还不到五十岁，你想想看五十岁的时候一个好好的工作忽然没有了，当时洛杉矶忽然有150个，至少有150个医生临时没有工作。那个时候呢我们出来开业的时候，我当时不只是做家庭科医生，不只是做医学这个预防医学啊，同时呢我那时候看到抗老是一个趋势，
那么呢，当时我们就做了医学美容，所以当时我抓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对的时机的平台。所以很快的，纵使我先生那时候已经50岁了，很多人出来创业是30岁的，那50岁创业真的很紧张，非常的紧张哦。所以当时我找到了一个时机的平台的时候呢，那么很快的我的诊所也就做起来了哦。那么当时呢在洛杉矶，可能我们做医学美容大概是可能可以说是最前面的哦，最先锋的哦。那么呢同时要有一个完善的系统。过去40年呢走下来呢，虽然我自己是护士哦，可是呢每一年的一个每一个十年的一个走向一个转机哦，我都非常非常的注意。这也是在美国必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态度哦。所以呢当时我跟我先生说，诊所不能再是用手写的这一个病人的资讯，我们全部要电脑化。所以在10几年前呢，我们诊所里面就开始电脑化，那么就把一个系统呢就做出来了。所以呢我的诊所很快的就上了轨道哦，就已经可以得到很快的就给一个财富的自由。所以成功创业的两个基本必要条件呢，一定要找到一个实际的平台，然后加上一个完善的系统，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走向哦。那么今天很高兴呢，妹在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个最实际的平台，各位要好好听下面是什么东西哦。这个美商结识呢，当时5年前朋友介绍给我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我们现在的双钻以望，我想各位都认识他哦。那么他当时呢，他是一个在洛杉矶也是蛮有名的一个财经人士哦。所以当时呢，我是邀请他到我的诊所来帮我做这个退休账户啊，因为我们公司发展的还不错，所以当时已经开始要帮员工也做退休账户。那么呢我们的双钻呢领导就到我诊所来，当时他已经参加美商结识1年了。那么呢他就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我，当时我先生非常喜欢，当时公司其实只有2种产品，可是我先生喜欢其中一种，那我喜欢另外一种，就这样子我们就加入结识哦。那么跟各位介绍一下，结识是在2009年的9月9号成立的。那么首先呢，我是有看到他是领先抗衰老的生物科技，各位不要忘了我是做医学美容的，在洛杉矶，所以抗衰老的这个生物科技领先的这个产品呢，我先生已经看到了。那么呢当时呢我们认为说，我是很传统的想法啊，我也没有想到美商结识可以今天带给我事业的第二春。当时我就想，哎，这么好的产品，那么就放在诊所里面，让我们的病人，让我们的客人来使用啊。那么慢慢的熟悉的这一块美商结识的这个后台它的产品之后呢，我忽然发觉它有一个革命性的全球电子商务平台。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商量，我说让我趁空余的时间呢来学学这一块是什么东西，因为这是趋势。在美国40年呢，从电脑的开始爆发期，跟有一些时候衰落期，然后到这一个iPhone， 到这个手机的这个整个风行啊，这过去40年的这个工业时代的转变呢，我正好在美国真的是有经历过这个革命性的一个时代的一个走向哦。所以当时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要好好的学这个全球电子商务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尤其孩子们都在网上购物，那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哈。所以当时呢我先生也很同意，因为我们在美国呢就是一直有一个态度，到这一个这么好的先进的国家呢，一定要有一个求新求精求变的一个态度来面对这个往后整个大趋势的一个走向哦。那么首先来介绍我们的这个老板哦 founder， 非常非常聪明的一对夫妻哦。那么这个 Randy 呢，这位 gentleman， 这位男士 Randy 呢非常的聪明，他是电脑的工程师哦。那我们 Wendy 呢，他的聪明更不是真的是佼佼者，他是数学博士啊。那他们过去呢几十年在美国，两个人呢非常的聪明，是帮助许许多多的大公司呢做后台程式设计。那他们在全球的通路的这个管理系统呢有几十年的专业经验，所以呢几年前他们觉得他们时机成熟了，
所以他们的创新的交互式网购呢，为现代的消费者经营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全球网络创业平台。我当时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看得不太懂，因为我觉得很单纯，我是一个传统的人，我以为我就是要学这个电子商务没有错，我还以为是配合着传统的一个做法，但是事实上不是的，它是非常非常的迅速的优秀的一个创业的平台哦，让我们怎么样从消费者，让我们使用产品的同时呢，我们变成一个消费商。各位要听清楚，我们同时在消费者的身份呢，我们同时也变成了一个经营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平凡的一个走向哦。那么杰斯市场的优势呢，当然当时我跟我先生是用产品走向的哦，所以我们对这种抗衰老的生物科技呢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说很能够融入啊。那么它能够带给我财富经济上的自由吗？坦白说我4年前并没有看见哦，我没有想到这一个趋势呢实在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哦。当时我们只是很传统的很想要这么好的生物科技，那么呢当然我们在这么好的生物科技里面当然有非常知名的医疗团队来配合我们啊，那我先生也为了，因为我们既然要代言这个杰斯的产品，我们也曾经到公司去，那么我先生也曾经跟这些医生们坐下来谈谈将来的走势啊。那公司完全是走细胞优化，各位都知道我们人老了病了都是细胞出问题，所以怎么样从杰斯的细胞里面做到一个优化的系统，让我们细胞在再生的同时呢能够再生好的细胞出来，那我们就能够延缓老化哦，那我们就能够活得非常非常的有尊严，不管现在是几岁的年纪哦，都可以活得非常的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呢跟各位介绍我们的 Dr. Vincent Jin Papa 呢，他在去年呢得到了诺贝尔提名哦，这是非常不平凡不得了的一个头衔哦。在美国呢，在全世界呢能够得到诺贝尔提名的，各位都知道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一个头衔啊。那么 Dr. Nils Neumann 呢在洛杉矶非常的有名，他是干细胞技术的研发。那么当时呢我也是因为看到这一个精华液，因为呢过去我做这个医学美容的时候呢我们做雷射要非常的小心，有些时候呢有些女性的皮肤呢比较敏感，那么纵使我们在很小心的同时呢，那么这个皮肤呢很容易会这个红啊或是肿啊或是有烫伤。那么那个时候呢我自己有带领胎盘提炼的一个精华液，它是有140个生长因子，所以当时我知道 Dr. Nils Neumann 的这个精华液是248个生长因子的时候，我说哇太好了，那么它的价格又比我原来的这个胎盘的还便宜哦，所以非常好。我们都是这样子的生长因子的走向啊，都是在修复细胞的啊，帮助细胞能够再生非常迅速啊。那么呢这是整个系列呢就是我们公司现在从两样，当时只有配权跟这个精华液，到今天5年下来呢我们一个非常完整系列的一个走向啊。那么各位又可以看到啊，我们有 Zenbody 就是帮我们这个体重的调整哦。那么在抗老的部门呢，有些人不知道，以为体重的调整是一个美容，不是。体重的调整呢其实在抗老是占着 一席不可磨灭的地步啊。当体重调整的很好的时候也是抗老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有配权，那么我们有整套的这一个精华液啊，洗脸的晚霜从内到外有一个完整的调整，那我们有 Finity 是帮助修复我们的这一个端粒酶的，那么 AMPM 呢是整个帮我们的细胞呢重新再造，重新更健康哦。那么当然了 AM 就是白天吃，让我们整天可以应付一天忙碌的生活，那么 PM 呢就是晚上当我们睡觉的时候细胞需要完整的休息的时候，那么这一个 PM 呢就让我们细胞真的做到非常非常好的修复的一个动作啊。那么公司呢完全是走细胞再生，怎么样在抗衰老全球领域里面呢用着干细胞的技术来唤醒肌肤重新再造，重新启动我们的组织新生跟修复啊。那么各位这边也可以看到有一个照片哦，就是用了19天，那么 before 跟 after
就是之前跟之后的照片，各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哦，这些照片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说很实际哦。当时也是因为这些照片，让我们大增信心，知道说这是对的方向哦。那么这边还有一个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一个照片的哦，就是 Winnie， 当时呢，他是这个首先的五个这个公司的这个起先五个人一起运作这个事业的人，那么他很勇敢，他擦了半边脸，那么就因为他这张照片，现在全世界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张照片，非常的不平凡哦。各位要知道，如果是用我的医学美容的技术的机器来做到像 Winnie 这样子的，可以把眼袋跟这边的区别的话，可能要好几千块，所以公司能够用这么便宜的东西，这么好的精华液，让我们慢慢的修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哦。那么下面介绍我们公司的最强棒的一个产品，叫做佩泉精华。当时呢，我先生其实是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在哈佛大学的教授的研究里面呢，所以我先生他们平常每个月都要学很多的东西，里面我先生已经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了。那么当时其实我们很简单，我先生是说我们自己要订来吃，订给爸爸妈妈吃。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要做什么生意，完全没有想哦，就是完全是说放在诊所里面帮助我们病人更健康，它可以修复细胞 30%。 那当然公司的设计是非常的不平凡哦，现在是非常全世界风行，你想看我们每一包很轻松的带在身边，一天两包三包，就这样子帮我们的这个细胞慢慢的修复起来，让我们更年轻哦，让我们更健康。然后加上呢，公司的这一个产品呢，是一个革命性的悬浮技术，当我们含在口里的时候呢，那么在短短的几秒钟，我们可以达到吸收的 90% 以上。这个白藜芦醇是有特性的哦，所以必须有这样的特别的技术，才能让我们达到一个吸收的效果。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呢，我可以来用一个产品课哦，好好的分析怎么样公司整个产品的一个走向，更进入的一个走向哦。那么希望将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做到这一块哦。那么、啊、这样子的一个高科技的生物的产品，我们怎么样分享给我们全世界的朋友？尤其公司已经能够帮我们在物流金流方面呢，能够走到130几个国家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扛起这么好的一个产品来推广到全世界去？必须有一个完整的系统。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说过，要有一个完整的系统啊。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各位介绍就是 US 的意思是 US， 我们全球的创富系统是属于你的，属于我的，属于大家一起愿意来学习的哦。那么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呢，首先我们会得到很多的正面能量，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功课哦，比如艾默老师的课哦，比如我们的像我们这样的视频会啊，我们也是常常都会有很多的训练课哦。那么呢我们也会送很多的讯息给你们，知道全世界的讯息在怎么样的一个走一个方向的在奔跑。那么加上呢，现在的工具真是不得了，各位，你们手上的是不是一只手机走天下呀？是不是一只手机就可以借着把讯息放出去，然后就可以做这个全球130几个国家的生意呢？是的，现在真是不得了。所以呢，我们也会用的这个系统呢，整个把这个完善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当然在无形中呢，我们都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知识，这是一个成长的地方。借着系统呢，是让我们成长的地方。过去呢，40年前我们到美国来就是要找这一个，找一个系统。美国大概来讲啊，整个系统是比较完整的哦，只要你去追求到一个好的学校去，追求一个专业的领域，这些东西都有，这个在系统里面。可是呢，今天我们参加杰士的话，如果进入我们的 US 全球创富系统的时候，这些是无价的，这些是不需要你花费的。只要我们在系统里面一起成长的话，这些大家都会有。我曾经呢，有我们家有小孩在哈佛大学念气管系出来的，我觉得他花了20几万去念一个气管系，各位，你不用花20几万。你只要好好在杰士里面，好好的跟着杰士的系统走，好好在你的团队里面努力的奔跑，
你可能不用花二十几万去学到气管系，可能你会赚到比二十几万还多的一个财富的一个自由，然后同时你得到一个实际活的气管系的一个知识出来啊。那么完善的系统里面呢，当然他会教导我们如何去复制成功。这个生意呢是一个团队的生意，不是你单打独斗的生意。如果是单打独斗的生意呢，我们就回归到原来的传统做老板。可是呢，这个完善的系统让我们带着团队一起经营全球的商机。那么呢，借着这样的系统呢，会借着全球性的一个平台可以拓展我们的事业。那么有效的工具呢，更容易更轻松的能够成就我们的事业。那么在国际性的友谊交面里面呢，正面的交流里面呢，那更是不可言语的啊。我想我这五年在杰斯交到全世界的朋友也不输于我过去几十年在美国交到的朋友。以前我们从大学毕业之后许许多多的同学还有联系的也少之又少了。那么借着这个国际性的这一个全球的平台呢，我们交到很多很多同样正面能量的朋友，是非常非常快乐的事情。那么呢，这个环境呢能够让我们真的成长再成长。我常常跟我的团队说啊，每个人的福气不一样，每个人的努力不一样，但是只要我们有在系统里面三年五年下来的时候呢，自我成长是不可忽略的一块，是真正各位赚到的一块，那一块也代表你的财富哦，非常非常的正面啊。那么首先呢，当然我们也要深具或者国际视野的这个整个看见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Kim Hui 呢是在这个右上角这位 Kim Hui 女士，她就是我们系统的创办人。那么她借着这几年的成功呢，带领许许多多的成功的伙伴都在这个平台成功了。啊，那么呢，借着艾默老师的课，那么我们呢又把所得到的财富自由呢，我们也出去做了感恩之旅。所以这整个的一个环节呢，各位朋友，好好的想一块，这才是我们真正要的人生。我们得到，我们付出，还带着感恩的心，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真正要走的路啊。那么怎么样启动这个全球财富的成功钥匙呢？其实非常简单，因为现在是一个电子商务的时代，所以我们来开网店。那么开网店怎么开？就加盟网店，不管是谁介绍你进来的，你就跟着他加盟一个网店，开始做起老板，开始学习，开始在系统里面成长。那么第二步呢，当然选择一个套装，好好的使用这个套装的里面的产品，让自己更年轻、更健康、更美丽。这个时候呢，你非常的有自信，加上在系统里面的学习，那么你就可以开始分享这么好的产品给你身边的朋友，给你身边你所爱的人。那么借着你的分享，你的事业就开始了。其实呢，这个事业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分享的动作而已。借着学习，不管你学习到什么东西，就把它分享出去；不管你用到什么好的产品，就把它分享出去，就这么简单。这个也是我当时很简单的一个想法。那么很简单的带着团队就这样走，好好的使用产品，好好的分享出去，成功就离你不远了。那么呢，加盟了网店之后呢，网店有什么东西呢？好，因为我们是130个国家的一个网店，所以我们会有多种语言的个人网页，中文啊、英文啊、日文啊、西班牙文啊、苏联大概应该也会快出来了，所以许许多多不同的语言都在我们的个人网页上，只要你选择国家，它的这个语言就会跳出来。那我们还有一个独立的网络办公室啊，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呢？你会有律师，你会有会计师，你会有客服中心，你会有所有的你要的办公室所应该具备的所有的人员或是资讯都在里面，不得了。
我女儿在美国长大的，他们呢，我有一个女儿是做老师啊。那么暑假她常常是有两个月休息啊。她有一阵子也想做这个网络的生意啊。他们这些年轻孩子现在都很厉害啊。那么她当时拜托我帮她找一个人做这个 website， 就是网络的一个办公室啊。很简单，就是收钱跟送货而已，$3000起跳，没有东西哦。所以呢，其他东西还要自己做，这是不得了。我们公司给我们的即使独立网络办公室呢，是非常非常的精准啊。那我们还有美国的独立资金账户。好，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要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件事情啊。40年前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的同学非常的羡慕我，因为我来美国做什么？赚美金啊。那么今天同样的机会，各位朋友，不管你人在哪个国家，只要你不在美国，你同样可以赚美金。 OK， 就是因为这一个爵士的平台让你赚美金，所以呢，好好的把这个东西分享出去啊。我现在也分享给我台湾很多的朋友啊，很多人还是不能来美国，他们也想赚美金啊。那这是一个机会啊，投资这么小，让自己所谓的投资其实就是投资在自己的健康跟美丽上，这是到哪里去找的？完全是帮助自己更年轻更健康的一个投资，然后无形中又赚到了美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走向哦。那当然我们有全球的网络购物车，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身边的朋友来自何方哦。比如说你认识我，我在美国，那么呢你把我签下来的时候，你马上有美国的市场。那么我有认识很多朋友，有在澳大利亚的，有在日本的，那我如果打开那个市场，是不是也就是你的市场了呢？所以各位好好想想，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是怎么样可以带领我们到另外一个境界哦。好，那这个就是 genesglobal.com 加上你的一个网络的名称，就开始经营你的全球的电子商务。好，那么当然呢，首先呢，第二步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是什么哦。这个需求是很重要的哦。当我们邀请一个朋友呢来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他如果是80岁的人、70岁的人，他可能就是一个消费者。那没关系，我们就给他体验套装。其实我是很多体验套装的走向哦。我的病人，我的诊所里面的病人，其实都是好朋友。那么呢，4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呢见证也不是那么多。那么虽然东西很好，我对病人是很专业的，要有一个交代啊。所以我有很多的客户都是体验套装。那慢慢的呢，产品好的时候呢，大家都很有信心的时候，我就有很多很多经营者出来了。那么如果线上的朋友你是经营者，你想自己给财富上一个很好的一个转变的话，那么你一定要选择商务套装。怎么说呢？商务套装你自己要使用，使用之后你有信心才能分享。OK， 中国大陆的朋友呢，国内的朋友常常会说：“哎呀，又是来的一个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商机，会不会骗人呢？”我常常跟我的团队说：“只要你好好的使用产品，你去分享，你很有信心的去分享，那么呢，绝对没有人会说你骗人的。我们是很自信的，很骄傲的。”把这个这么好的高科技生物的产品分享出去，所以经营者呢一定要选择商务套装啊。那么这个革命性的全球商机呢，非常的不平凡啊，它有多种的收入啊。这边现在我要来教各位怎么赚钱，那么各位好好听清楚，我们要怎么样来赚这个钱啊？公司呢给我们5种收入。其实公司事实上是给我们6种收入啊。那么呢，我们现在原则上先讲这5种收入好了啊。一个是消费收入。什么叫做消费收入？其实呢很简单，消费就是说，消费收入就是买低卖高啊。比如说当时呢，因为我自己有2个诊所，所以其实我很简单，我以为我只会做消费收入，什么推广收入、什么市场收入、管理收入、全球分红，一概听不懂。所以呢，当时我就很简单，我说好，反正我有诊所，我就进一些货，然后呢就卖给我的客人或者我的病人。那么当时呢，这是很传统的想法哦。那么这个传统的想法一点都没有错啊。对不起，我喝个水。这个也是现在很多人想做的哈，买低卖高。可是当时我进来的时候呢，刚开始的几个朋友来看我的时候，都是好朋友。那我就不好意思赚他们的钱，我就说这样好不好？
我会也不是很多哈，那你要不要自己参加会员，然后呢公司直接呢送货给你，那么我不赚你的钱。那我的朋友就很高兴，就说 OK 好，那就这样，他们就自己加入了。那么我发觉加入之后呢，公司给我了推广奖金，还不错，很多的推广奖金，比我卖产品还好，所以我开始有了推广收入。那么呢，推广收入我就发觉，哎，推广收入其实是比消费收入来得好。那么呢，我就开始推广，我也不要赚我的朋友，不要赚我病人的钱，我就开始推广收入。哎，没想到就这样推广推广，哎，忽然有一天就发觉有些市场收入进来了，因为推广很多嘛，那么市场收入进来了。因为每一个产品呢，公司都有给我们点数。那么这个点数呢，我想各位可能了解这一块啊，我想各位手上也很多人有这一个信用卡。那么现在的信用卡整个这个商业的模式呢，就是说你用信用卡用多了，你的点数多了，你将来可以换产品，对不对？各位我告诉你，这个趋势很快要全面化了。将来我希望我们去吃饭也有回扣，我们也能够做不只是消费者，也可以做消费商啊。这个趋势呢，整个在这个商业的模式里面呢，已经进入一个一个趋势，一个很汹涌而来的一个改变了。 OK， 那么呢，公司给我们市场收入，因为公司是一走两个系统，一个左边一个右边的双轨制系统。那么呢，当一边跟另外一边如果有一个600分一个300分的点数进来的时候，公司会给我们35块。那么各位想想，好好的经营市场，好好的开更多的网店，那么呢一年两年后，你的团队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网店，他们会带给你许许多多的点数，那些都是钱哦，那个就是市场收入。那么呢，市场收入是持续性的哦。像我今天跟各位在这边分享这么好的商机的时候，我的后台里面的市场收入还每分每秒都有多多少少进来哦。这个就是最美丽的一块，叫做持续性的收入。那么什么是管理收入呢？管理收入就是这样，比如说当我们邀请许许多多的好朋友或是有看见的人来加入我们的时候，那么比如说各位朋友，你们推荐给我，那么我是你的第一级。那么呢，如果我这么努力的话，我每赚10000块钱的点点的话，公司会另外给你20%，就是2000块送给你一个奖金。因为公司认为你找到了一个对的人，这么努力的开发市场，公司愿意给你一份奖金，这个就是管理收入。总共我们可以领七代。什么叫做七代？我带进来的人变成你的第二代，第二代带进来的人是你的第三代，第三代带进来的人是第四代，就这么衍生下去，总共可以领七代。所以好好的去找到一个对的人呢，可以带给你永远永远笑眯眯的一个持续性的奖金，这个就是管理收入。那么我们再回头来讲这个市场收入啊，因为呢，当时公司啊，我们的 Wendy 很聪明，他是数学博士，他也知道这个公司经过几年后整个市场大打开的时候呢，那么市场收入呢必须有一个控制。所以呢，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礼拜，因为我们公司走这一个周薪的，每个礼拜公司会送给我们这个应该得到的一个奖金啊，是每个礼拜周薪。那么公司呢它会有一个上限，就是说最最最多的时候750次公司会先停住。那么停住之后，所有的点数没有拿掉，到下礼拜一凌晨一分一过的时候，市场收入又开始重新打造。所以各位好好听清楚，我们的点数是永不归零，只要你每个月有100块的跟公司说我不只开网店，我有开门，就只要100块，点数永不归零，这个是你永远想象不到的一个走向啊。那么下面最后一个是全球分红。
现在所有的伙伴们都往着这个全球的分红在奔跑。什么是全球分红？全球分红就是说，当我们做到很高级的时候，也就是说做到钻石级的时候呢，那么呢，公司呢会拿3% 的点数出来，跟这些所有的钻石、双钻石来一起分红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真正在杰斯要走的、要看的一个目标。那么呢，4年前呢，我参加杰斯的时候，坦白说，我不相信。我觉得人生我太传统了，太专业了。我觉得一个要有一个专业的人，要很传统的认真努力，一步一脚印的人，才能够有好的财务的自由。可是现在的趋势真的让我们跌破眼镜。 OK， 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你永远想象不到。如果今天在线上的朋友你们看不懂，你们觉得不可能，跟我一样也没有关系，你们只要跟我一样做一件事情就好了，永远不要离开杰斯。等到有一天你看到那张大支票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是真的，现在的趋势是真的，这个平台是对的，现在的走向是最新的走向，是你一定要抓住的。各位朋友，这个就是我这4年来，我从不相信觉得不可能，到今天我很愿意每次在这样的视频会跟更多的人分享。一定要打开你的思维，一定要让自己能够接受新的东西。刚开始接受新的东西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可是一定要好好去接受这一块，它会带给你不能想象的一个快乐，跟转变你人生的下半辈子的一条路，这是真的事情。那么呢，其实我刚刚有说到6种收入 ，OK， 其实呢还有一种公司送给我们团队 ，I mean 伙伴们，非常非常简单的，每一年有2次，公司招待我们，5月份刚刚招待了几千人到杜拜。各位，你想去杜拜吗？或是你已经去的那一位，我是没有去 ，OK。不是不能去，我是觉得要坐飞机太久了，我已经玩太多了。在杰斯过去40年在美国呢，其实哪里都没有去过，顶多就是回台湾看老人家，就这么简单。没有想到在杰斯我已经玩到不想玩了，上个礼拜刚从坎昆回来，还是很累，虽然很好玩，也很感恩公司每次出去都给我们住最好的旅馆招待我们，还送飞机票，这一切，我想在线上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你们好好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看清楚这个商机，你们可以环游全世界，环游全世界。我已经玩了太多国家了，这5年来 ，OK， 带团队啦，去玩啦，公司送的啦，我真的有一点累了，但是呢，我知道很多的人很喜欢环游全世界。这是一个机会啊，每一年有2次，我们下一次要去新加坡开第6次的年会啊，所以呢，这个都是公司送的，所以好好抓住这些机会啊。那么像这样前所未有的一个完美组合呢，首先我还是很骄傲的跟各位提醒，划时代的生物科技 ，OK， 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块啊。我过去40年呢，跟我先生在这个预防医学里面呢这么打拼呢，我们很高兴这么好的生物科技呢可以分享到全世界去。其本来我们以为，我跟我先生以为我们几十年的努力专业呢，毕竟这几年也要退休了，但是呢现在借着杰斯，我还是可以继续走我专业的领域，还是可以分享，把这么好的生物科技分享到全世界去，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骄傲啊。那么呢，像这样的革命性的商业趋势，各位伙伴，你们需要吗？当然你们需要，谁不想让自己的家人，让自己的爱的人生活得更好？那么像这样的革命性的商业趋势，真的是革命性。有的人看不懂，有的人觉得是骗人的，你绝对不要是那一个，你一定要打开思维去接受它，它真的是革命性的一个走向啊。
那么好好的在这个完善的创新系统里面学习，不管你在财务上能够得到自由有多大，但是你在这样的一个创富系统里面，我保证你可以成长出一个钻石的人生出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路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走向啊。借着工具，借着这个讯息，借着正面的能量啊，那么这样子整个带给团队呢，你会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好不好？那么掌握我们的未来呢，完全在自己一个思考里面，怎么掌握每一个成功都是有一个决定开始的。我很高兴4年前我有这么样的一个决定，我决定要抓住一个电子商务的平台。我当时当然也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我掌握我那个时候，然后我就能够掌握我的未来。所以我希望每个人不只启动你财富的钥匙，也要启动你心灵里面的那一个感动，也要打开你思维里面的那一个门，把它打开，好好去接受这个革命性的一个带领啊。那么呢，你就是不久的将来，就是你是那个成功的钻石。我祝福各位。那么呢，每个礼拜，我们礼拜五都有不同的领导在这边跟各位分享他们的看见，他们的学习哦。那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能够把全世界的朋友呢带在一起。我们每个人就是每天每时每刻脑子里面都有杰斯的影子在的话，那么你自己慢慢的会潜移默化出来，从学习里面走出你自己最成功的那一步。妹祝福你，真的祝福你。我从不相信，觉得不可能，到今天这4年带给我比过去40年我跟我先生努力的收获还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退休生涯。我会继续带领我的团队，让每一个团队在我们杰斯系统里面都能够走进钻石的人生。好，谢谢。那今天我们的视频会就到这边结束啊。那希望下礼拜或是不久的将来，我们在视频再见。谢谢各位，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啊。